台南特有的一个成年礼做16岁，那我们文化中心特别以戏剧的方式来做一个青少年一个成年礼，那今年是迈入第9年，那每年都谢谢影响星带着青少年从剧本的编写排练一路成长到最后的戏剧的呈现，我想这是全台湾最独有的一个成年的一个呈现方式，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青少年的成长故事，一起来见证他们成长的一个戏剧的演出。